好，今天我们要走这个是六连峰啊，六个山峰，难度相当的高，所以我们今天7点钟就到这个地方。怎么样？慢慢来。还活着吧？喘吧。这么快就脱了，你们？这么快就脱了？这种地方让队长先走，大家看着他怎么走。下面安全，真的不是从后面那边下去够。就是我们要上的峰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每块石头都有可能松的，要很小心，你拽几下晃一晃。那个刚刚
个指的那个地方，指的方向，指的方向，刚才手指那个地方。下去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还不行，我还没有活够啊！
上去玩，玩那两个小伙要下来，哎，别下。Yeah.